难得帮到买家找到屋源，但是这是其他中介的房源，口头上答应 co agency，但行动上却是分道扬镳。每每要求提供相关资料，但每次都打个冷水漂，给一点不给一点，好像害怕你去抢走他的房源。人与人的之间的信任变得一文不值，没有了信用何来信任？我当先表明寻找房产合作伙伴。 也表明有一名买家确实想入手一套单层的排屋，但要是角头屋，谁知我一厢情愿，外头的大大们根本都不吃你这一套，什么礼义廉耻都抵不过钱财的压迫，这的永远会是一首唱不完的悲歌。当老太太过马路跌倒，想上前去扶她，又担心会是诈骗，将钱存放在银行。 又害怕会被偷偷转走。曾几何时，这个世界变得如此脆弱。买家想了解屋子周围的环境，看看屋子的四周，但是拥有玻璃心的房产中介拒绝透露地点，也不相信 Co Agency Letter，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去看房，这是多么奇葩！我想，屋主委托他卖房，不外是尽快的帮他找到买家。 而不是将他的屋园雪藏起来，难怪房子这么久都找不到买家。有时问题就出现在中介身上，顿时有点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局面。或许有一天他不小心的将屋子卖了，谁知天公会不会疼憨人？但是我只知道，今天的一小步是明天的一大步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如此而已。 但愿信用于江湖，相识恨晚。